你导演。徐艺良，你终于来了，你快点过来坐下，陪我喝酒。千竹，你已经喝多了，回去吧。你们徐家酒肆就是这样做生意的？本县主还没有尽兴呢，我现在命令你坐下。徐玉良，这个是你最爱喝的青梅酒，咱们一起喝，干杯。庆祝，真别喝了，你已经喝多了，别再喝了。千竹，你真的不能再喝了，我去叫辆马车。嗯，你别走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玉良，讨厌你。不讨厌你。如儿，如儿，如儿。你回来了，我刚刚话还没有说完。你要说什么？我喜欢你很久了。县主，不知县主有何事吗？无事便不能来看你吗？多谢县主记挂，徐某人还有要事在身，先行一步了。他为何对我如此冷淡？县主，也许是您多想了呢。你帮我去打听打听，他肯定有事瞒着我。是。县主，怎么样？有消息了吗？有是有，可是……快说。我也是从徐家酒肆听到的一些议论，他们说徐家少爷他说呀，他们说徐家少爷他
只是因为酒后才和县主发生了那样的事情，他其实根本就不喜欢县主。县主，县主，出去！县主，我让你出去！找这么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吗？雪猫如今变成这副模样，县主也不必再来看我。我带来了御赐的灵丹妙药，你若是愿意娶我，我现在就可以治好你。这个药晚饭后替他用上吧。走。你居然没死，原来你才是幕后的主使者。于荣，谁给你的胆子敢绑架县主？在我的眼里没有什么县主，只有杀害我徐家满门的仇人。你还有什么可辩解的？我有什么好辩解的？我跟当年的事情一点关系也没有。你因爱生恨，利用县主的身份借机毒死我哥，而有能力压下我哥死因的，除了你还有谁？你胡说！我是去给徐玉良送药的，我怎么可能杀他？你杀人的理由还不够明显吗？虽然我当时还小，但你阴险恶毒的手段我早有耳闻。大少爷不喜欢你，你就怀恨在心，处处诋毁他。好啊，原来你们都是一伙的。跟这个狠毒的女人废什么话？要不是于荣还活着，咱们早就成了他和韩章的刀下亡魂。宝图真正的位置只有我知晓，按规矩来。
谁要能把真凶推下海，图就是谁的。我看你们谁敢！不行，我们应该报官。没有船，你们如何报官？在这座岛上，就要遵守我的规矩。难道你不想给自己的父亲报仇吗？周玉，你也别假惺惺的了。你不也为了图而来吗？还真以为自己是给徐府报仇来了？我警告你们，他身为县主，若是出了这个岛，还会放过我们吗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放开他！放开我！放开他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干什么？你们才是凶手！你们才是凶手！你给我放开他！放开如儿！我求求你放开他！是我干的！是我干的！徐月亮是我杀的！